你说这东西真那么神奇吗？放心吧，这可是个古老的墨西哥魔术。魔术师就是用这种粉尘令人致幻的，我查过了，它是用一种裸盖菇制成。其中的裸盖菇素有致幻作用，加上语言引导，现场效果极好，而且清醒后没有副作用。完美，我今天的绝世浪漫求婚就全靠它了。你一个女孩子漂洋过海来到拉斯维加斯，就是为了向孙东安求婚，你都想清楚了吗？哥，明天是你跟琪姐大婚，我还有个约会，很重要的约会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从我第一眼看到诺安起，我就决定要和他共度余生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我赶时间，我先关了啊。你得注意剂量，一旦过量就……我要去准备了，拜拜。今年遭遇的第二次车祸，之前南宫家的准儿媳叶琪琪在结婚前夕也因车祸去世。据消息人士透露，南宫集团是一个由暴力性组织转变为走向世界的企业性组织，集团业务涉及领域极广。随着南宫伟的突然死亡，其子南宫寒和继母孙雪的继承权争夺一触即发。席若，谢谢你介绍这份工作。别提了，晨晨今天早上生病了，我现在面试已经迟到了。算了，先不说了啊，我挂了。Thank you.
走吧。好。怎么是你啊？被抓到怎么办？万一被抓到也跟你没有关系啊，这是我的问题嘛。这偷拍，这犯法的事儿啊。你怎么这么胆小啊？有钱不赚啊？偷拍难道我被偷拍的还少吗？我好歹也是个明星，哎，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行，这才乖嘛。现在我就去南宫会长的办公室，你呀，在这里好好给我拍着吧。哎，等一下，就用这个威胁他呀？当然了。哎呀，不过呀，要是他被我的美貌给征服了，这个也就没用了。你自己见机行事吧。会长，人家只不过是想为贵公司的发展出一份力，尽一份心嘛。您看看。你演做得好好的，为什么来我南宫集团工作呀？南宫集团福利好，有发展有前途，况且咱们集团不也有做影视相关的投资吗？会长，你干嘛不投资一下我嘛？我给你的回报可不仅仅是票房啊，会长，你说呢？会长，既然你不肯答应，那我就只能逼你就范喽。会长，你可别怪我先君子后小人啊。你的朋友已经被保安带走了。你说你啊，我觉得他还挺好玩的，本来想逗逗他呢，怎么这么扫兴呢？会长，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。你也看到了，需要这份工作的好像不止你一个人吧。可他明明很擅长这份工作啊，干嘛不留下他？刚才的事我都看到了，我看他挺机灵的，听说还是学企业管理的，不只能胜任助理的工作，必要的时候还能帮您写写简单的策划案什么的。我看还是留下他吧，至少他能帮你赶走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和事。你说呢，南宫？咱们公司啊，上个月业绩的投资确实是有些分散的。哎，今天大伙儿在这里畅所欲言一下，各自有什么意见的，咱们探讨一下。您的咖啡。我的资料呢？啊，您没说。零嘴是吧？那我现在去拿。站住！怎么了？这是咖啡吗？嗯，是不是煮杯咖啡也得我亲自教你？回去重新煮，谢谢。
听说南宫当着所有大股东的面把你痛批了一顿。嗯，他那不是冲着你，他是觉得我非要留下你，是想用你做眼线监视他。的确，我是担心他身边各种各样的女人，可我也不至于用你这么明显的一个眼线。好了，记着，每天上午的咖啡一定要浓，晚上的一定要淡。嗯，还有一个秘密，我只告诉你，就是这个，这里面有安神功能的营养药，把它加在咖啡里，对调节南宫的失眠症很有用。可这件事不能被他知道，你明白吗？嗯，难怪他脾气那么暴躁，原来他有很严重的失眠症啊。嗯，静姐，你放心，这件事啊交给我。嗯，对了，这些药快用完了，一会儿你亲自去买一些。好，我这就去，包装好，别被人看到。放心。哎，怎么又是你啊？我听朋友说呀，你在南宫集团混得不怎么样呢。不过也是，像你这种材料，并不适合在这个地方打工啊。想赚钱有很多方法的，自己不适合这个圈子，非要往这个圈子里钻。我又不像某些人心怀不轨，我来南宫集团是来工作的，这次你又来这干嘛呀？正所谓啊，男追女隔座山，这女追男嘛，女追男我可真的没有试过。是有办法就能追我的。你是真不知道啊，还是装不知道呢？实话跟你说吧，就像你这样的美貌，再加上这倾国倾城的身材，哪个男人看了能不心动啊？他南宫寒真就这么有定力？会长，我还是劝你少喝点咖啡，对身体不好。我觉得有点不舒服。行，真没你什么事儿了。不用了不用了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我送你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他真的……嘘，这话可不能让他的未婚妻黄静知道，他的手段可没有南宫寒那么温柔，知道了吗？嗯，那我先走了。拜拜。我不行是吧？啊！亏你想得出来啊！你是自己编的还是听别人说的呀？我也不是有意的，我只是想把他吓走嘛。吓他呀？你是在吓我的吧？我有这毛病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要不？试一下，你觉得呢？你要找我试啊？我交代你的文件，你赶紧给我整理好啊！今天我就要，否则马上给我走人。你不是说后天吗？那你就马上走人，出去。好吧，我知道了。妈妈，晨晨，你醒了，
还难受吗？妈妈，你怎么瘦了？因为妈妈在减肥啊。喂，曼宁，八点有个商务晚宴，我时间来不及，你顶替我先去，我这边忙完了再去找你。嗯，好。妈妈，你又要走了。晨晨乖啊，妈妈忙完了就过来陪你，你要有事就给妈妈打电话好吗？哦。我以茶代酒，敬各位一杯。这怎么能行呢？你一个小小的助理这么不给大家面子，那以后合作还怎么谈呢？喝点吧。那我敬各位老总一杯。喝一杯，喝一杯。继续喝，继续喝，来来来，杨会长，你来了，你怎么才来呀？谁让你喝那么多酒的？南宫，南宫，你这是干嘛呢？我还要喝。南宫，别这么不给大家面子，咱们两家还有很多项目要合作呢。你可别忘了，你也别忘了，想跟我南宫集团合作的人多的是，不差你几个。你说这算怎么回事？要挟我，你们还不够资格。还有，你们都给我记住了，我南宫集团的人，除了我南宫寒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欺负他。南宫寒，为什么要欺负我？没有人敢欺负南宫集团的人，没有人敢欺负我，只有你欺负我。明明你是喜欢我，但是你总摆出一副雕塑脸，臭脸，臭南宫寒。喂，你好。你是谁啊？我找我妈妈，我不舒服。哦，我是你妈妈的同事，你是杜曼宁的儿子吧？是啊。哦，今天呢，你妈妈呀有点不舒服，这样，我等明天她睡醒了，我告诉她，让她给你回电话，好吗？好吧。好，再见。
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的咖啡。我以为你今天不会来上班了。昨天喝那么多酒，辛苦你了。不过之前让你做的那份计划，你也得按时给我。哎，对了，昨天你儿子给你打电话，我跟他说让你今天回给他。晨晨给我打了十几个电话。怎么了？喂，晨晨，怎么了？晨晨昨天晚上给我打了十几个电话，你为什么要把我的手机关机？为什么不让我接电话？我昨天看你喝得太多了，想让你好好休息一下。医生说他昨晚差点昏迷。我不知道。我。上车。你不着急吗？哎，曼宁。医生，晨晨怎么样了？已经脱离危险了，放心吧。不好意思，这次是我的错。这次的事情不能怪你，不过不能再有下次了。如果晨晨出了什么事，那我……我知道，走，先去看孩子。嗯。他很像我小时候的样子。你是说，你小时候也经常这样生病住院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他和我小的时候长得很像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啊，我说的你不信啊？嗯。嘘，妈妈累了，让你妈妈好好休息一下。叔叔，你能再陪我一会儿吗？妈妈太忙，都没时间陪我。叔叔，那我出院的时候你能来接我吗？好啊，叔叔答应你，等你出院的时候我就来接你，好不好？嗯。你有没有被吓一跳的感觉？啊？朋友开的小酒馆，挺安静的。诺安，不嫌弃吧？来，这杯酒啊，就当是给你接风了。看得出来，你不是给我接风的，倒像是有什么心事啊，来找我陪酒的。就知道瞒不过你。确实有点心事，我自己啊一直想不明白，你说他跟什么男人相处，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明知道是不可能的。你心里还没放下琪琪？怎么可能放得下呢？他是因为我才……别人不知道，你是知道的。黄静只是我表面上的未婚妻，实际上只是我的挡箭牌，这一点他自己也清楚。所以千年前琪琪，来，不说了。
说这些干嘛？都是过去的事。没过去。南宫，7年前不光是你，我也一样。本来都要结婚的女朋友，却怀上了别人的孩子。你说这7年前到底是怎么了？怎么就发生了这么多事儿啊？诺安，今天就到这儿。有什么事儿，咱们明天继续聊。我先走了。这么多年没见，你们还这么谈得来啊？谈得来，逢场作戏罢了。我孙诺安已经不再是以前绵羊一样的孙诺安了，7年了，属于我的东西我一定会拿回来。看来这一次南宫集团要改姓孙了。老爷子当年说什么都不让我改姓南宫，怕我丢了南宫家的脸。风水轮流转，此一时也，彼一时也。行了，策划案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。嗯，对，还有件事儿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不用管其他事情了，只做我的私人助理。可是，咱们的新项目还没有结束呢。项目我已经交给别人做了。你的工作已经结束了，以后啊，你就只负责我个人的饮食起居就行了。可是，去给我倒杯咖啡。阿木，哎，来，一会儿啊，去找人把这些东西给我整理一下。你的咖啡。行。味儿不对，重新煮。我还是按照以前的方法煮的，是你的口味变了吧？我的口味没有变，变的是你的咖啡。咖啡这种东西啊，纯的最好喝，加了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味儿就一定变了。就像做人一样，触手留情，一定会失去原本的味道。莫名其妙。站住！既然你连咖啡都煮不好，以后也不用煮，去做点你能做的事儿。孙总，哎，阿木，这女的谁啊？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？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都回来2天了，也该过来报道一次了。行，走，里边聊。嗯。南宫。啊。诺安，老爷子的遗嘱你也已经看过了，恭喜你啊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们南宫的 CEO 了。嗯，有什么事情随时来找我。我不会辜负老爷子的这份重托，一定给你当好军师和副将。对了，外面拖地的那女的叫什么名字？我助理。怎么突然间问这个？没什么，就是看你看她的眼神，跟看别人不一样，好像你很在意她。我很好奇啊。
下那女的什么来头。好的。17+16得多少？43。哎，真聪明。这个呢？27+18。45。你自己先做啊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晨晨。晨晨。啊，南宫叔叔。哎。啊，现在不是工作时间，我没有义务陪你做任何事。晨晨，你走。想叔叔没？想。南宫叔叔，你不是答应我接我出院的吗？你怎么没来呀？那天啊，叔叔有点事儿。你看，这不是特意来看你了吗？送这么多礼物，谢谢叔叔。嘴这么甜呐？那你要怎么谢谢叔叔呢？怎么谢？我……这样吧，叔叔还没吃饭，肚子还饿着呢，让你妈妈去给叔叔煮碗面吃，就当你谢过叔叔了，好吧？好。妈妈，我要吃面！妈妈，妈妈，我想吃面！哎呀，你赶快弄啊，我饿了，妈妈。好好好，好吧。叔叔，我吃饱了，我去写作业了。再来一碗。还吃啊你？你都吃三碗了。哎，你说你一个富家子弟，怎么吃个面跟吃了山珍海味似的？还真没见过你这样的。谁让你做的好吃了？人家网上怎么说来着？叫吃出了家的味道。哇，碗真舒服。晨晨，一会儿叔叔给你找几件好玩的玩具。叔叔，你家太好了吧？是吗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象棋，应该放在这儿。我不管，我要放在这儿。啪，那我就……啊，不行不行。我还你这个还不行吗？那我就要吃你，我赢了。哎呦，聪明啊！再来一次。另外一只。嗯。你怎么这么乖呢？我妈妈教我的，一定要尊重，说这是礼貌。那我开动了啊。好。
南宫，你为什么把杜曼妮带回家？难道在你心里一直都没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，黄静，我希望你记清楚一件事，当初让你来到我身边的时候，我们就说好了，我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关系。我知道，可是你也不能把一个陌生女人带回家呀。陌生？我喜欢的女人怎么能叫陌生的女人？还有，一切都结束了。黄静，你走吧，我希望没有下次。喂，曼宁，你简单收拾一下东西，陪我去趟拉斯维加斯，有个项目要谈。事情比较急，所以等忙完之后再送你回酒店，酒店已经给你安排好了。你还没有跟我说咱们这次谈的是什么项目啊？这次啊，是集团孙总谈下来的一个项目，他刚回国，你还没见过他。哎，对了，有机会我带你见见他，毕竟以后在一起工作嘛。嗯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孙诺安。怎么了？认识啊？我有点难受，我刚才下飞机有点晕，你能让司机先送我回酒店吗？不舒服。那好吧，小王，先送他回酒店，有事情给我打电话。Really, Mr. Nangong, he really did this? Really, yeah, he did. Nangong, 这里还和七年前一模一样。我一定要确认，你就是七年前的那个人。曼宁，南宫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呢？南宫，你听我说。我以为啊，你跟别的女人不一样，看来是我想错了。南宫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不需要你解释。你们都喜欢钱是吧？好，拿着，拿着。
南宫寒，你把我一个人丢在那儿，你就不怕我回不来？你勾引我不成，可以去勾引其他男人。不可理喻，要不是为了晨晨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理你了。要不是因为晨晨，我也不会上你这个女人的当。原本以为是找到了家，但这是个笑话。你可以走了。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上那个富二代？喜不喜欢都无所谓了，我可不想没有尊严。哎，南宫，你干什么？闪开！杜曼妮，我告诉你，不要你做我的女人，做我南宫寒的女人。喂，晨晨，你怎么了？你慢点说，你别着急，妈妈这就回来救你，你等着妈妈。走，跟我去救孩子。你又不是我什么人，我为什么要帮你？你要对晨晨负责。我不否认我是喜欢晨晨，但他是你跟别人的孩子，我为什么要负责？妈妈，我没事儿。是谁送你来的医院？嗯，妈妈去打个电话啊。嗯，喂，麻烦问一下，是你们送晨晨来的医院吗？哦，南宫叔叔。说和南宫叔叔之间的秘密啊？放心吧，我没有告诉妈妈，是你派人送我来这儿的。真聪明。这样，叔叔啊，得先走了，要不一会儿给你妈妈抓住，就不好了，是不是？明天再来看你啊。好，谢谢啊，再见。乖乖的。南宫，我真的搞不懂，你一天到晚到底在想什么？我说过，你是我的女人。曼妮，如果我说，我愿意不再纠结房间里的一切，你能跟我在一起吗？曼妮，我试过离开你。
有些不适去医院检查身体，让我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一幕。南宫，我知道你爱吃肉，所以特地安排人从日本空运回来的神户牛排，你肯定会喜欢的。怎么样？曼宁，你也尝尝，特别嫩。嗯。怎么样？是不是特别嫩啊？你知道这神户牛排它为什么又贵又嫩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些牛啊，都是经过精心饲养的。他们不仅要喝啤酒促进消化，还会给他们放音乐，享受按摩。所有的这一切呢，都只是为了让他们开心。因为等他们到了最开心、最幸福的时候呢，他们就会被宰杀。斯诺恩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们俩现在就是幸福的牛，等着被我宰杀。这里面是七年前拉斯维加斯酒店的录像，南宫，你还记得七年前在拉斯维加斯有一个女人跟你上了床，后来你千方百计地想找到她，却发现完全记不起她的样子。还好现在我帮你找到了这个女人，就坐在我们身边。诺恩，孙诺恩，不要跟我胡说八道。你不相信啊？七年前他可不只是跟你上了床，还给你生了个孩子呢。我没说错吧？曼宁，曼宁，他说的是真的。南宫，董曼宁。这些事情都是误会，否则那天晚上你何必也约我去那个酒店呢？我当时可是你的男朋友，是不是吗？南宫，曼宁，真的是你？为什么会是你？看看吧，你们现在和这个牛肉有什么区别？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的，接下来就到了你们还债的时候了。南宫，你听我解释，七年前的事情真的是一场误会。我希望你以后也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，谢谢。南宫，你为什么这么嫌弃我？我跟你说了，那场事故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而且因为这个事，我也失去了我最爱的人，连我的亲人都和我断了联系。南宫，你到现在还是这么恨我吗？你想知道原因是吗？
你为什么要带我来这儿？他是谁？我的未婚妻，她叫琪琪。遇到你那天，我本来说好去接喝醉的她，最后就发生了车祸。这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我找了你很久，很久，可我根本就想不起来那天发生了什么，我也想不起来你的样子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会这样。南宫，你现在找我过来，想说什么呀？阿木，会长，孙雪挪用公款的事情已经查清楚了。来，国木。妈，你没事吧？这下完了，全完了。妈，你挪用公款的事情怎么不告诉我呀？被你这么一弄，我整个计划全都被你打乱了。我怎么知道他会发现呢？暖，咱们把他杀了吧，杀了他我就没事了，南宫集团也是我们的了。你冷静一点，妈，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。哎呦，有什么办法呀？暖，我不管你和南宫涵还有什么旧账要算，眼下最重要的是阻止他把证据交上去啊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多少次了，别跟着我。你这样过量运动会有猝死的风险。你是不是咒我死了啊？我没有咒你，我是关心你。关心我？我不需要你关心我，不需要你关心我，听懂了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既然花钱雇了我，我理所应当关心你的嘛。花钱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原因了，都是因为钱，所以你才跟着我，是吧？才不是，就算没有钱，我也会关心你。小心！走。
他们是什么人啊？为什么要追杀你？放心，别担心，没事了，有我在。南宫，这是你第一次这么温柔的跟我讲话。曼妮，你再坚持一会儿，我已经把位置发给阿木了，我相信他一定会把车拦下。嗯。哎，你们谁啊？怎么在我车上？搭个顺风车。赶紧下。真对他下手了，要不然怎么办？看着他把我送进监狱，看着他把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毁掉。杀了他算便宜他了。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现在赶紧找人伪造一份南宫涵的委托授权书，把所有的股份转移到我们这里。你赶紧去办。好。曼宁，曼宁，这是天堂吗？我们是不是死了？放心，天堂是不会收你的。这荒山野岭的，我们不会死在这儿吧？你命好，有我在，你死不了。再说了，我之前给阿木发过定位，不过现在天快黑了，估计他一时半会儿也找不着。等一宿吧，看看明天上午之前他能不能找到我们吧。
会长，杜小姐，你们没事吧？你可算找到我们了，查出谁干的了吗？查出来了，就是孙家母子。阿涵的委托授权书已经在各位手上了，股份转让合约也在附件里。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？可是这种会议还是要会长亲自参与比较好。各位，我要是没记错，这个集团还是叫南宫集团是吧？南宫涵是南宫家的人，我妈妈不是吗？我哥因为私事出国一段时间，赶不上股东大会，所以才拿出了授权书。授权书就是他要表达的意思。不明白吗？我要表达的意思，我自己怎么不知道？你怎么？我怎么回来了是吧？这么重要的股东大会，况且大家都在，我忙完国外的工作，当然要回来了。授权书。我正式跟大家宣布，这份授权书就是一张废纸。南宫集团真正的掌控者应该是谁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魔术开始。爸爸妈妈，你们是不是在这种魔术里相遇的？对呀、啊。